随着上周在意甲赛场的出色首秀， C 罗又开启了自己在尤文图斯的霸业征程，老对手梅西也率领着巴塞罗那拉开了新赛季的序幕，而曾经和梅罗一时瑜亮的英格兰巨星鲁尼也依然继续着属于自己的足球道路。尽管远离定级赛场，但鲁尼用梅开二度和助攻绝杀的亮眼表现展示着自己良好的状态，而今日鲁尼的一席话又将人带回了那个群雄争霸的峥嵘岁月。北京时间8月22日，在接受美国电视台 CNN 采访时，现效力于华盛顿特区联的鲁尼表示， C 罗会对尤文图斯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会继续过往十年的优秀水准，为尤文图斯带去进球。因为他，我认为今年尤文图斯可以赢得欧冠冠军，鲁尼说道。 C 罗是一个很棒的人，一个非常顾家的人，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配得上一切赞誉。看来鲁尼对于自己这位在红魔时期的黄金搭档依旧不吝溢美之词，这已经不是鲁尼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称赞 C 罗。早在十年前，鲁尼就曾经表示 C 罗是英超历史最佳球员。今年二月，鲁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曾经让为 C 罗主动承担更多的防守任务，并表示自己愿意为 C 罗这样的巨星打下手，对于 C 罗的赞赏和钦佩一目了然。尽管鲁尼对于 C 罗极尽赞美之词，但罗总裁对于自己的这位老伙计似乎并不是那么厚道。2006年德国世界杯八强战，鲁尼踩踏了葡萄牙后卫卡瓦略，正是 C 罗的极力怂恿让鲁尼被裁判红牌罚下，使得英格兰的点球大战中遗憾。而 C 罗当时的眨眼举动更是激起了球迷诸多争议。尽管在老爵爷的调解下二人都是前嫌，但生性高傲的 C 罗在2015年接受采访时依然表示，自己对06年所做的事情并不后悔。面对态度如此坚决的 C 罗，鲁尼依然对他的表现和能力给予了无上赞誉，并在各个地方为老队友解释辩护，这种精神和态度无疑值得众人钦佩。 K 球将为您视频直播鲁尼的美职联之路，更多相关内容敬请关注 K 球 APP 以及公众号 播 010